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啊。阿僧祇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僧祇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僧祇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63页。563页第三行，人力成就。人力者，忍辱之力。法住四云，人有三种：一，安苦人；为于是为事能受苦。二呢，他不饶一人，为他于己有为损，能受苦。第三种，法思为人，位于法无分别故。此三人成就啊，故云人力成就。法住寺说的三种，对我们初学呢非常重要。安苦心呢，要安住在苦地上，这是世尊教给我们苦集灭道。生到这个世间来就是受苦的。为什么要受苦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造一切不善业之所感召来的啊，所以苦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招来的，正是古德所说的人一生当中的际遇，一定要自己负起100%的责任，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。为什么？与一切人不相关了啊，是自己业力所感的，这是个明白人。这是觉悟的人，不明白不觉悟的，他受的这些苦不甘心不情愿，
为什么你们想是享乐，我在受苦？啊，这种怨恨心是居身的烦恼习气，人人都有，一定啊要有善知识，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我们才能够安分守己。啊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这个业障才能消除。受苦报啊，就是消业障。业障消尽了，苦就离开了。啊，如果在消业障你不接受，你还怨天尤人，那么是苦上加苦，罪上加罪。啊，受苦是消业障，又不断在造罪业，这个苦永远离不开。永远受不尽，这就错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住世八十年，为我们做出的示现，第一个就是安苦人。他做给我们看，其实佛哪有业障，都消尽，表演呢，就带众生苦啊，演出这个样子，让我们看了觉悟啊，不觉悟他的表演就不停止，让我们看，常常看，啊，多看之后啊，慢慢就觉悟了。佛做的是对的，是正确的。啊，不但要忍，还要生出忏悔心、恭敬心，我们的业障就除得快啊，除得干净啊。啊，善福自然就兴起来。啊，这就是所谓改造命运。于世间一切违背自己意愿的，那就是自己对自己来讲不喜欢的、讨厌的，这些通通都要能受。这个里头有人，有事，有物，千差万别，通通都要能够忍受。啊，念佛人他有善巧方便，把一切顺心的事情、违背心的事情通通换成阿弥陀佛。这个方法善巧到极处啊，全归到阿弥陀佛去了。那么自己的心呢，恢复到清净平等，这真正的安忍啊，也就是外面境界解除了，善缘恶缘，善缘是喜欢的人，恶缘是讨厌的人。啊，顺境逆境，境是外面环境啊，顺心啊，逆境非常不好的环境
通通能收。啊，在这些环境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叫真功夫，这叫真修行，叫真实的成就。啊，第二种呢，是他不扰于人，你干什么事情，外缘都是找麻烦来障碍你的，这个要忍。啊，这是他与自己有违背，有损害。啊，违背我的意愿，对我有伤害的，能忍受。啊，后面还说的很详细，会书里头讲十种人。啊，第三种呢，法是为人，为与法无分别故。法是佛法，我们展开经卷，有很多的经文，我们看不懂。啊，看不懂怎么样？要能够忍耐，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，一直往下看。啊，古人讲，度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字不认识的查字典。啊，意思不懂的没有关系，久久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，不必向外求，向外求啊有麻烦。为什么？每个人说的不一样。你听了几个人解释，到底依谁的？啊，所以还不如不需要问人。啊，真正修行人，现在我们终于是搞明白了，求助于自信本具的智慧，一切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无不如是啊！他们不请教别人呢，也不功高我们啊，以真诚心、恭敬心。啊，慈悲心，功夫到纯极了，纯净纯善，智慧就现前了。啊，到那个时候，就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；听清楚，听明白了。尤其是净土宗的方法，把一切不明了的，通通换成阿弥陀佛，不仅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同时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啊，靠自己自觉需要十年，这样依靠阿弥陀佛大概一年就行。啊，本来十年开悟，现在一年就可以开悟。
我说这个话，有没有人相信？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我有理由相信，真干一年决定会开悟。一年开悟不了，是你不是真干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的心不清净，有妄想，有杂念，一年开悟不了，都要十年。啊，为什么要十年？十年的时间就磨练你，把你这些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的习气磨掉。什么时候磨掉，什么时候就开悟。啊，不开悟就是这些东西障碍住，所以真肯放下，开悟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也是家常便饭，一点都不稀奇。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，我们要相信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不要怀疑。啊，既然是心是佛，我们的真心就是佛。现在是心作佛，这就是必定成佛的原理。就这么个道理，他不是随便说的啊，必定成佛。事先作佛，就是我心里头念佛啊，念佛为什么？念佛就是想作佛，净宗念佛专指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的好处，这一部经里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了。那么此三人成就，啊，这三种人你都做到了，这叫忍力成就。这是法住法师说的啊，我们再看念老引用日本的祖师会书里头讲十种人啊，书曰说是注解无量寿经的注解，人之未得持戒苦行所不戒，能行忍者，可名为游猎大人。忍辱，正智成慧，通断三途。会书里面说的十人。开端这几句话，把修忍辱波罗蜜重要性都说出来了。持戒苦行，这非常难得，要跟忍辱比，持戒苦行都比不上忍辱。这是真的。有人戒吃得很好，真正修苦行，他还发脾气，他心里还不高兴，
这就是不能忍。啊，所以忍辱的功夫超过持戒，超过苦行，也可以说是持戒苦行的成就，表现在忍辱波罗蜜上。啊，持戒是为了得定，不能忍，定从哪里来？啊，所以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，一定先能忍，后能定。定是什么？如如不动嘛。啊，忍还有一点动荡，动荡没有关系。啊，他不在乎。他不会生烦恼。啊，所以赞叹能行忍者，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之处都能忍。啊，这是名为游猎大人，大人对菩萨的尊称。啊，这个是有道心、有功夫、有成就的菩萨。啊，有力，这个力就是忍辱力，忍辱正知正慧，通端三途。啊，忍辱正对治就是成慧。啊，能修忍辱的人不会发脾气，啊，不会暴躁，啊，像心浮气躁修忍辱的人不会，通端三途。三毒是贪嗔痴，不但能断贪，贪呢，这个断嗔恚，它能断贪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见到外面人事物，自己喜欢的，不起贪心，这就是能忍。啊，不生痴想也是能忍，所以忍辱通断三毒啊，在修行里面非常重要。金刚经讲菩萨修的六波罗蜜，对布施跟忍辱讲的最多，那就是菩萨修的这六门功课当中，布施跟忍辱是关键。那布施主要修什么？修平等心。啊，放开心量。量大佛大，一切众生的心量跟佛是平等的，多大呢？遍法界虚空界，啊，比
变法界虚空界还要大，心能报，虚空法界是所报。中国古德常说量大福大啊，看一个人有多大的福报，看他的度量，能包容这个人有福，现在没有福报，将来有大福报啊，能容忍啊，小事都斤斤计较，这人没有福报。啊，能舍己为人，这个人有大福。啊，自私自利，纵然有福报，也享不了多久。啊，死了以后一样都带不去。啊，佛教菩萨了。啊，首先叫你修福，布施是修福，不二法门。啊，财布施得无量福，法布施得无量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要真干呐！啊，我们前几天看到一个刘老菩萨，啊，刘克峰老居士，60多岁了，他在我们住了6星期，没有一天休息，从早晨起来到晚上1-2点钟，他没有疲倦的想。啊，没有厌烦的想，那么欢喜。啊，看到每个人脸色气色不好，他都给他治疗，给他把脉，给他敷药，给他扎针，真干了。你看他满面笑容，一片慈悲。这个人有大福报，这个人寿命很长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三种布施他都有了。啊，他的财布施是内财布施，用身体给你服务，这叫内财布施。内财布施比外财布施的福报更大。啊，那么他这些方法，他告诉我，佛菩萨加持的，他并没有在外面学过。啊，给人敷的是草药，草药是自己药店买来的，还有一些从山上采的。他告诉我，总共有53种。对于我们的内脏、五脏六腑都有好处。我听说他一年到头没有休息，完全做义工啊，一分钱不要。
家里面生活很简单，很朴实，够了，够了就不必求了。全家人看到他都欢喜，是个大孝子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他个佛菩萨祖宗加持，可能是孝顺，一点都没错。孝心所感动的，慈悲心感动的，对任何一个人都有爱心。只要能你肯接受，他真的能帮助你。不附带任何条件的。这个人天天在修福报，天天在修智慧。长寿是佛宝里头的第一福，健康长寿。底下宝云经与菩萨所修法各说十法。菩萨所修的十种法，十种法就是十波罗蜜，每一个波罗蜜当中又说十种，各说十法。那么中说忍法，菩萨有十法，能尽于忍，能把忍辱波罗蜜修好。何等为实？他第一个内人，第二个外人，第三个法人，第四个随佛教人，第五个无方所人，第六个修处处人，第七个非所为人，第八个不必恼人，第九悲心人，第十个誓愿人。下面有解释。我们看解释。第一个内人，云何菩萨内人？什么是菩萨内人？菩萨饥渴寒热，忧悲疼痛，身边粗切，能自忍受，不为苦恼，是名内人。这个都与外境不相干。与内心的忧悲疼痛，外面环境的饥渴寒热，合起来讲就是身心粗切。苦到极处都能忍受能自忍受，不为苦恼。这一句话说，菩萨有智慧，菩萨知道因果，菩萨不怨天，不尤人。
这是他内人的功夫。啊，有些时候，菩萨用这些表演教化众生，这叫代众生苦。不做出来，众生没有见到，他不就？那换句话说，菩萨在做表演。像我们看到附体的，从地狱出来，啊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那就表演那个样子，他在地狱受苦的那个样子，啊，我们看到都不忍心。他表演得非常逼真，那是地狱众生附在他身上，显示痛苦的样子，让我们看到。啊，出生道的众生，他是哪个出生样子，就像那个出生的样子。啊，那么第二，外人，这是外缘。云何名菩萨外人？菩萨从他闻恶业骂力，回如诽谤，听到别人骂他。骂是当面，力是背后，啊，不是你当，不在当面骂你，啊，毁谤、侮辱，啊，诽谤是造谣生事，没有这个事实。这是说对你自身，或者是呢，回若你的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眷属，啊，或者是你的和尚、阿舍利、四徒、同学，和尚是清教寺。或者是听到回谤三宝，啊，佛法僧，我们佛门弟子听人家回谤三宝，又如是种种回辞，菩萨忍辱不生嗔恚，是名外人。啊，菩萨听到了，能忍，啊，不生嗔恚。听到外面这些话，最高的是没有起心动念，啊，其次的有起心动念，他能忍。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他能保持他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
不受染污。如果听了这个生气了，这就是染污。啊，忍辱的功夫，不受外面环境所干扰。啊，自己能够啊守住自己的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里头没有这些染污。啊，不但不善的没有。善的也没有，只在清净。遇到一切善法，啊，赞叹你的，不生欢喜心。啊，为什么不生欢喜？世间人听得生欢喜，假想他着想。菩萨四相都空了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这是基础。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四相都空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所以也没有回报的相，也没有赞叹的相。啊，赞叹回报是人情世故，假的不是真的。所以菩萨修忍辱啊，听到这些他无动于衷。啊，没有感受到。敬重学人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这些东西。啊，那么有人来告诉你，啊，别人回报你，侮辱你，陷害你。我们回答他的是阿弥陀佛。听到了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对这些造谣生事毁谤的人，不但没有怨恨心，有怜悯心。啊，为什么？如果他的回谤是事实，我们听了，感谢他，提醒我，有则改之，啊，帮助我改过自新。有时候犯了这些过失，自己不知道啊，他提醒了，要感恩，我趁这个机会。啊，如果没有，啊，这恶意回谤、造谣生事，没有，没有更好。小业障，我们过去无始劫来的业障消不了，哎，这个能消得了。所以还是要感恩。啊，我们自己警觉性更高。断恶修善啊。勇猛精进啊。啊，所以好事不是坏事。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，真正会修行的人，顺境帮助他提升，
逆境也帮助他提升，善缘帮助他提升，恶缘还是帮助他提升，他一直向上提升。啊，这是真修行人，慧修行人。所以，欧耶大师在《灵峰宗论》里头说得好：“净缘无好丑啊，好丑存于心呢，是你自己心啊。”你自己心好啊，没有一样不好啊。恶缘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你心好，通通好。那心要不好，善缘、顺境都不好。为什么？起贪心。啊，它不是帮助你提升。他是叫你生烦恼，啊，凡是能引起你贪嗔痴慢，能引起你自私自利，啊，能引起你干那些损人利己的念头、念头啊、言行，统统是我的，自己要有能力辨别，那就叫看破。看破是智慧。啊，看破之后怎么样呢？如如不动啊，不受影响啊。动就受影响，不动不受影响。啊，我们自己以感恩、忏悔、回向回应对方。啊，这样就好。那无疑不是消业障增福慧，那所以菩萨忍辱不生嗔恚也，这是外人。第三，云何菩萨发忍？那什么是菩萨法忍？佛语注经，说微妙义，诸法寂静，诸法寂灭，如涅槃相。啊，听了怎么样呢？听了，不惊不怖，作事念也。我若不解世间，不知是法，终不得菩提。是故菩萨勤求咨问读诵，是名法忍。这是你求法，你修法，经教里面确实有很深的道理在，有很殊胜的境界。啊，凡夫不能理解，啊，像一些很熟悉的句子。流传在世间，家喻户晓，很普遍的。
万法皆空，人人都会说万法明明有啊，在面前怎么说皆空？相由心生，我妄想很多，这些妄想为什么没有变成物质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心里想。想不出来啊，不能现前啊。于是对经典产生怀疑。我早年学佛，认识台湾大学一位教授。以后他不当教授了，他开书店经商去了，很赚钱。他是一个教考古学的，我初学佛，他告诉我，他念过《金刚经》。他对金刚经批评，金刚经没什么，像两桶水一样倒过来倒过去，毫无意义。大学教授受过高等教育的，对三宝的批评，我们年轻的。他至少大我20岁，严一平先生在台大也小有名气，这就是对经文的甚深的意趣，他不了解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寿者相，乃至于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，他根本就不懂啊！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这意思不懂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同啊！所以佛在《华严》《大智度论》上也有讲：“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”这个智是世间智慧。世间实际上就是现在讲的知识。受过高等教育，他接受的是知识，对佛法他不能理解。那么经上讲的这一句问题是最多的，诸法寂静，诸法是一切法，一切法的真相是寂静的相，这佛说的。那我们看一切法呢，一切法是动，科学家观察，没有一切法，没有一法，它是静的。
可是诸法寂静是佛说的，一直到最近，量子力学家把物质现象呢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才懂得佛说这句话的意思。诸法寂静，为什么寂静？它确实是动的。它的频率太高了，它的生命在1600兆分之1秒里面，你才能看见。谁有这个能力？我们做比喻，用老式的电影来做比喻。老式电影是幻灯片、动画，在荧幕上放映是1/24秒，就是说1秒钟放映的张数24张幻灯片。佛现在告诉我们，这个频率是1秒钟放多少张呢？1600兆。兆是多少？通常大数目的基础是亿。10亿、倍亿、1000亿、万亿就找吧。1万亿是找我。1秒钟1600兆。1600万亿。1秒钟。我们人当然看不到。那佛能够说这句话，他当然看到了。他不看到，他说不出来呀。他不是用秒做单位，他讲弹指，一弹指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就是320兆，一弹指。1秒钟至少可以弹5次，乘五就1600。在这样频率之下，它就在我们眼前。我们眼睛张得再大，有没有看见？没有看见。你要是看见呢？看见它就是寂灭相、寂静相。诸法寂灭了，如涅槃相啊！涅槃是不生不灭，这个生灭等于不生不灭，它两个话等好了。生灭就是不生灭。因为你说生命的意义没有，它不存在吗？它存在的时间是那么短，你看1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你现在说它里头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的意义失掉了。这叫涅槃相。
那么佛讲的这个，我们现在看到最近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。回头看看《金刚经》这些文字，有一点概念了，科学的概念。啊，科学把佛讲的话证实了，佛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证明了，佛弟子对佛可真有信心呐、啊！未证实之前呢，对这句话了，也不惊不怖。啊，这是对佛的信心、孝顺心、沉静心。真诚到基础，相信佛，佛绝不骗人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有说：“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妄语者。”啊，这是佛给我们的保证。我们相信这些话。啊，可是我们理跟事都不知道。今天科学家从事上知道，啊，事上搞清楚了，理也搞通了，也明白了。啊，告诉我们。科学家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的存在，物质是假的。啊，那么这个事情，佛在经上说了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啊，色就是物质现象。佛对于物质现象是这个看法。啊，物质现象跟真如自性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真相明白之后，不可以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生病了。啊，心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是最健康的。啊，心里头有东西，只可以有佛。其他的不能有。啊，为什么？自性本来是佛，所以有佛没关系。啊，有佛正确的，有佛到不执着有佛，这就是圆满。啊，有佛，执着有这个佛，这是正确的，不圆满。啊，距离圆满很近，放下就圆满了。啊，不能有执着，不能有分别，不能起心动念。那是真心，完全显露。显露在哪里？
显露在所有现象当中。佛经上一句话是体露真常，你去见到了，在一切相里头见到心。相就是心，心就是相，心相两边都不染，两边都不执着，真正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，连明心见性这个念头都不能有，有越见到，假的不是真的。佛事门中，一法不立了。纯真无妄啊，一法不立。这是自证。自证之后，一定有利他。自证是自受用，那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一发不舍，他多圆融，多自在，多活泼。对内，对自己一发不离；对别人，一发不舍。万德万能，无量智慧。无量法门，这一法不是，法法都是帮助别人开悟的，都是戒引别人的方法，帮助别人也都能够证得这个境界，这叫成佛，这叫佛法。成佛的方法，这些法听不懂没关系，佛是常常讲，你就常常听，听个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佛说了49年，最后明白了。开悟之后境界相同的，早开悟跟晚开悟没关系，没有早晚，没有先后，一开悟就大方光明，一切通达，没有障碍了。那么多数人学习这多数人里头的有这么一类。学佛的人种类太多，84000种。84000代表无量。无入不切世界。这真谛。不明了。不知是法，终不得菩提。菩萨发这个愿心的，要求解，要得到这个法了，他就证菩提了。是故菩萨勤求自问度诵。这叫法人，对法不怀疑，知道法太深了，不是凡夫境界。只要肯学，
终有一天会明白。啊，但是你学修学，你一定懂方法，而对这个方法不怀疑，对这个方法坚持，这个方法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就这个意思。啊，这就是知识分子这一类人，他明心见性的一条大道。啊，要锲而不舍。啊，一生专攻一部经，佛经可以，道德经也可以，儒地经也可以，其他一些宗教经典都可以。啊，只要一部，因为这个里头不是跟你讲知识，啊，这是一个手段，什么手段？修定的手段。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，你只要一门深入，心定下来，目的是把心定下来，啊，让心放下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杂念，放下这个地方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那么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就用书本这个方法。你就找一部书，啊，这一部书是你喜欢的书，啊，你天天读它，智慧开了之后，每读一遍，有一遍新的意思。说明经书字字句句有无量意，你永远学不尽的，越学越多，意思越多，越学意思越深越广，深广都没有边际。为什么？现得啊，找到现的根源，叫彻法谛圆啊。那个谛圆是什么呢？谛圆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慈悲，慈悲是真心的根源啊。我们用个树木来做比喻，自信的根，自信的本就是慈悲啊，慈悲里特别是个悲心啊，慈悲都是爱，都是真爱，纯净的爱啊。悲比慈更深，悲是同情心、恻隐之心啊。看到众生受苦，怜悯心，救他的心，帮助他的心就升起来了。
啊，慈心是娱乐，悲心是拔苦啊，啊，通通是爱心啊，一个是爱之根啊，一个是爱之本啊。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，就是父子有亲，那个亲是亲爱。这个亲爱就是佛家讲的慈悲。啊，宗教里面讲的是神之爱。神爱世人，那个爱，上帝爱世人。不是普通的爱，神圣的爱，是我们的自信，自信的核心，自信的根本。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生。慈悲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菩萨当中排名第一了，啊，弥陀是佛诸佛排名第一。观音是菩萨排名第一，这是求法，要有耐心，要有恒心，你才能求到。第四，云何名菩萨随佛教人？菩萨尘恼独心起，起始作事思维，此身从何而生？从何而灭？从我生者，何者是我？从彼生者，何者是彼？法相如是，从何因缘生？菩萨作是思维时，不见所从生，也不见所缘生，也不见从我生。亦不见从彼生，亦不见从因缘生，作是思维，亦不嗔，亦不恼，亦不毒，嗔怒之力，即便减少，是名随佛教人。这一段文。是随佛教诲，佛教诲义理太深，四
事项呢太广啊，太多了，它是全宇宙一法不漏啊，深广无边际，没有人的力量，你怎么能学习？啊，越学越深，越学越广。啊，能毕业吗？能。什么时候毕业？见性就毕业了。啊，那没有见性的时候，全靠这个耐心。啊，人就是耐心，学法的耐心，对于佛法锲而不舍，绝不中断。所以菩萨烦恼起来了，啊，贪嗔痴叫三毒，毒心起来的时候，啊，他就想，想到我这个身呢，从哪里生的？这个身有生有灭，从何而生？从何而灭？从我生者，我是什么？什么是我？啊，是从彼生的，不是从我生的。啊，这从我生是自生的，从彼生是从他生。啊，或者是自他共生的，再不然就是不，没有因的，不共不无因的，中观论上的东西，说诸法不生，为什么不生？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说无生。佛讲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说出这些道理出来，这个道理都很深。是不是真的？真的。我们就被这些诸法幻象啊欺骗了，以为它有生有灭，以为它是真的。啊，金刚经上的一句话说得很清楚，佛常说，不定他怎么个讲法，都讲一桩事情。你看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佛与化身菩萨用什么样的态度看一切法？一切法像梦一样，不能说它有生，也不能说它有灭。有生有灭是真的，啊，它很像有生命，但不是有生命。
弥勒菩萨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讲一切法啊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当中，一切法的真相，是1600兆分之1秒波动产生的幻想啊，这一秒钟，1600兆次的生命，这个里头一个生命的相不可得，你念头还没起来，他已经不知道换多少个了，哪一个是你？念念的都不一样，就是念念都是独立的，这个念存不存在？不存在。你说他没有，他真有；你说他有，他就不见了，他不存在了。啊，所以这种现象是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没有；不能说他有相，也不能说他无相。这才叫事实真相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如果不是今天量子力学啊，证实了，我们对于这桩事情永远还是个谜。啊，谜就是有怀疑，这个怀疑断不了。啊，断不了就是麻烦。他障碍你，障碍你明心见性。啊，你放不下了，你有这个疑问。啊，只有那个信心真纯到极处，对佛那种诚敬真诚到极处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的人，这种人有机会见性啊，因为他没有怀疑修佛的人多，修禅的人多，修密的人多，只要有丝毫怀疑不能见性啊，净土中见性不在这时，不在此处，净土中明心见性是在极乐世界啊，还是要明心见性，不明心见性不能算成就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，那么明心见性要所有的障碍都放下与一切法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就见性就开悟有丝毫的执着，这个执着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，所以它难断，知道就好断了，不知道没执着实际上有执着我们对于明显的粗的知道，微细的
极其微细的完全不知道。啊，这就是通常讲业障深重的凡夫。怎么办呢？阿弥陀佛，无尽的慈悲，给我们开了这个法门。啊，我们这些业障深重，无力断烦恼的这些众生，依靠这个法门，先求生极乐世界，再明心见性，就做到了。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法门。禅宗的大德，隋唐时代，禅宗极盛的时代，大德们说，修行以念佛最为稳当。啊，这都是明心见性的人说的，他们说了真话，念佛是最稳当。啊，念佛人对于这些研不研究他没关系，到极乐世界自然就清楚了，不要在此地找自己麻烦了。真正叫大开方便之门的，啊，从我生者，何者是我？这就是不自生。从彼生者，何者是彼？这就是不他生。法相如是，从何因缘生？这就是不是因缘生，不是无因生，啊，诸法不自生，也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说无生。啊，中观论上这几句话，啊，那么菩萨做事思维时，不见所从生，不见所缘生，啊，亦不见从我生，亦不见从彼生，亦不见从因缘生，做事思维也不嗔，不恼，不度，嗔怒之心，即便减少啊，是名随佛教人啊，这是佛教的。这些都属于真实智慧，教我们看破放下。啊，第五，云何
名菩萨无方所忍。或有业人，若咒不忍，或咒人业不忍，或彼方人此方不忍，或此方人彼方不忍，或知识边人不知识边不忍，菩萨不尔，一切时一切方常生人心，是名无方所忍。这个无方所忍呢，讲修忍辱功夫。忍要一切时一切处保持高度警觉。宗门所谓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啊，念就是念头，这些通通讲的念头，无论是善念恶念，啊，念头起来了，念头是轮回心的，在制造六道轮回，不能随他。修行人要随觉心。啊，念头是迷惑不觉啊！啊，佛是要觉而不迷，要觉悟，就怕觉迟。啊，这个是修行功夫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我们讲枢纽。啊，最重要的环节，在所有法门里头，念佛第一殊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句阿弥陀佛是觉，阿弥陀佛不是迷，念头才起。不要紧，这习气，无始无明习气，阿赖耶的种子，业习种子，它遇到缘，自然会起现行。这个现行起来之后啊，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，把它取而代之。啊，绝不能叫念头增长。贪心起来了，念头起来了，第二个念头又是贪心，第三个念头还是贪心，那贪心越来越重，啊，就真的要做贪烦恼现前。啊，贪第一个念头贪心，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把贪心打掉了，把贪心取而代之了，啊，贪嗔痴慢疑，啊，自私自利。执念头记起来，阿弥陀佛，通通是阿弥陀佛，那就对了。啊，无方所就是一切时一切处。啊，有高度的警觉，用一句佛号代替所有的妄念。这些是问题。啊，这一段话
是哲学上的问题，是科学上的问题。科学跟哲学现在还不能解决的问题。啊，这个问题你看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提出来了，不但提出来了，也帮他解决掉了。啊，那么佛菩萨是怎么解决的？佛菩萨把这些问题放下了，就解决了。这放下真解决，真解决了。为什么？这些问题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在虚妄里头做活计，你错了。怎么就对呢？放下就对了。啊，人就是叫你放下。啊，所以你看看，菩萨，啊，无妄人，或有夜晚人。白天不能忍，夜晚睡眠了，睡觉了，不发脾气了。那白天不行，啊，有白天能忍的，晚上不能忍，不能忍做噩梦。啊，这不能忍的现象，或彼方人，此方不忍。这是我们居住、活动的场所不一样。啊，那人不能忍呢？语言不相同。啊，彼方能忍。是别人的土地，是别人的国家，别人的场地，总要顾全一点面子。自己家里他就不能忍了。啊，和此方人彼方不能忍，或知识别人不知识别人不忍。这是人人不同啊，在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面前，他要收敛一些啊，不懂规矩的人，他有那个恭敬心，哎，他就能忍。我见过早年我没学佛的时候，刚到台湾，我在佛世间学学佛，虽然地位很低，我办公室跟蒋介石先生隔壁啊，所以地位很低，跟他坐得很近，看到很多东西啊。最难得的是，人放逸惯了，哎，走在这个地区啊，人就规矩了，脚步就慢了，也就轻了。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住的是地板房子。啊，这些就还有声音，哎，自自然然的小心谨慎，亲手间没人教他了。
按照这环境不一样，到那里他就能忍啊。啊，蒋先生不在那，他就很随便的。那在那个地方就去亲身去脚步都亲近处。啊，就这环境不一样，啊，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在，自然就收敛了。这菩萨不二，菩萨修行呢，不是哪里人哪里不人放逸。啊，那是世间法，菩萨是一切时一切方。啊，时是时间，方是指空间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常生人心。啊，他都那么恭敬。这个与菩提心有关系了。菩提心是沉浸心。啊，印光大师所说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沉浸心。啊，沉浸心不能说在某个地方有，在某个地方可以随便，这个不可以的。啊，那全是妄心的。啊，真诚恭敬是一切处、一切时、一切处，无论什么环境，都保持着真心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从沉浸心里面生出来的爱心，叫慈悲呀、啊。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平等的爱心，没有厚此薄彼，这是菩萨。啊，这是菩萨无方所忍。啊，下面第六，云何名菩萨修处处忍？这个处处忍是对事，前面无方所是对环境。生活的环境、居住的环境，工作的环境，是从这些地方讲的。啊，那么处处这对人，有人对于父母、师长、夫妻、男女、大小、内外，如是中三人，与则不仁。啊，他的忍耐功夫不错，是对他有关系的人，没有关系的人，他就无所谓了。啊，也就是他没有爱心，他没有慈悲心，啊，他的烦恼习气还是常常会现行。菩萨不是这样。菩萨仁者则不入世啊。如父母边生人，
旃陀罗边的僧人，是名修处处人。哦，这个很难得啊，用父母是最亲切也最亲爱的人来做比喻啊。旃陀罗，印度四种阶级最后的一个，啊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一般人轻慢他，瞧不起他。啊，这是属于奴隶。啊，印度四个阶级最高的婆罗门，啊，信奉宗教的；第二个刹帝利，皇族；啊，帝王这一族。这是属于贵族啊，首陀罗的地位啊，这个旃陀罗的地位是最低，跟其他的不同混。啊，所以人民地位不一样。佛出现在印度，第一个就是地位平等。啊，佛弟子里面有旃陀罗，有这个出身，也有王族出身的。啊，台班的时候，旃陀罗先出家。站在你上面，你站在王族，你也站在下面。啊，所以佛的教学把这个不平等的阶级观念打破了。啊，佛法是一切众生。旃陀罗是众生的，皆有佛性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旃陀罗也是佛。啊，我们在释迦弟子的传记里面能看到。看到佛法的平等啊，这贵族傲慢的习气在僧团里面都抹掉了啊，旃陀罗在社会上受多少委屈啊，养成一种自卑感，跟释迦牟尼佛学习，也都化解了。所以，通通要能忍。啊，这副自己傲慢的习气，傲慢习气。与生俱来啊，根本烦恼啊！啊，贪嗔痴慢疑，
我们学习的时候，三毒烦恼是最严重的障碍。这个东西不断，要不能往生，所感的是三恶道。啊，贪心、魔鬼道。嗔恚是地狱道，傲慢、嫉妒属于嗔恚。啊，愚痴畜生道，这三恶道啊，这个要不转。就没有办法离开三恶道，啊，三毒烦恼永远掌道，啊，这个要是不能放下了，修什么都不能成就，念佛都不能往生，啊，一定要看破世间。知道是什么？世间是无常的，世间一切是假的，啊，真正要相信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要看破。啊，看破，你才真放下。放下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带给我们的灾难太多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以总的言之，祖师大德常说，印光大师文钞偏偏都能看到，只是教人用真诚。啊，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。诚信就是真诚，就是自信的第一个心得。啊，我们要把它养成习惯。用这个心，用成习惯，这样子好。啊，古人常讲啊，少成如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对自己的利益就太大太大了。啊，用真心待人，一帆风顺的，没有障碍。啊，我们用真诚心待别人，别人会以真诚心对我。啊，纵然受人欺骗，也不在乎。我们还是用真心待人，不能用虚妄，这就对了。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啊，要修处处人。